求求你了，你们让我进去吧，我求求你们了！去去去去去，到别处要饭去。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是你随便能进的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要饭的，我孩子生病了，我男人在里面，你们让我进去吧，我求求你们了。来找男人是吧？好好事啊！我不就是男人吗？来，跟我过，哥给你幸福啊！ 幸福，哟，你不用怕，我当着谁呢？好久不见了，走，跟我进去喝一杯。走，停停，谁让进了？你他妈睁眼看看我是谁？姑奶奶你也敢拦？胡腻歪的吧你？等会儿告诉五爷，把你丢进护城河去喂鱼，赶紧滚一边去！哎呦，对对对不起，请请请，慢走，慢走啊！ 五爷是谁呀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不是知道吗？我哪知道啊？把咱们骗了，快追呀你呀！ 自己进去找吧，一会儿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别追来了，我先走了。谢谢。 萧柯病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他病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我的孩子啊！你不是很喜欢萧柯的吗？我求求你了，帮帮我吧！你现在想起来求我了？我问你，我把你娶到家里，我对你怎么样？我把萧柯接到家里，我对他怎么样？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啊？ 不能怀孕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，你都瞒着我，你这是让我断子绝孙呢！你，除非给我磕个头啊！只要你同意就小磕，别说磕一个头。 可十个头我都愿意。行了，别在这给我丢人了。
小时候是不是得过什么大病啊？身体虚得很，我姑且先给他开几剂药方，服了3次以后还不好的话，就只能送医院了。啊，谢谢谢谢，这边请。麻烦你了啊！啊，不客气。小何，胆子越来越大了啊，把野男人都勾引到家里了。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何生，要不我先回去了。回哪儿去？该走的还没走呢，你走什么？回来。你来干嘛？我来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。你给我滚！你别忘了这是谁的家，这是我的家，应该滚的是你，是你们给我滚！何生，何生，何生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是这样的男人，嫁给了你。什么喊什么，叫魂呢？他妈晦气！你呀，真是犯贱，什么地方去不好，非往他那屋里钻。滚远点，别招我啊！别发火嘛，我这不也是心疼你吗？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？为了那个贱女人，真是不值得。何生，孩子，孩子来，喝点药，孩子。喝一点啊！哎呀，孩子，哎呀，怎么这么烫啊？金宝，大夫，大夫，你开门啊！大夫。
大夫，你能救救我们家孩子吗？哎呀，不是我不救，你孩子的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赶紧送医院吧，要不该晚了啊！哎，大夫！别着急，你们有所不知，外星人死在范家，尤其是睡房中，那是大忌呀。贺玉，这是爷爷当年好心留了个外星人，死在了睡房中，结果你妈、你叔叔都是暴病而死啊！这该如何是好啊？何生呢？二弟还没回来，都是他惹的大祸，让我们范家不得安宁。快给我找回来，找回来，找回来！快！这样行吗？爹不是说找何生吗？下这么大雨，上哪儿找去？快，先把孩子弄出去再说。一会儿那个贱女人就回来了。你没听说吗？这人死了有晦气，一间屋子跪一个院子，一辈子晦气。赶紧点吧，要真死这儿，咱范家就完了。都淋湿了，要不要我找件衣服给您换一下？没事，不用了，只要金宝没事就行了。稍退点了，这样吧，您跟我来，我跟您说件事儿。哦。孩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不过还要住院观察几天。医生说了。孩子的住院费今天必须交齐，否则……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今天一定交齐。这个钱不多，你快收下吧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要你。你收下吧，我也有孩子，我知道做母亲的心。你快去筹钱吧，孩子我来帮你照看。你是孩子的恩人，也是我的恩人。谢谢。别别别别，
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只要孩子好起来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谢谢。三块大洋，这是结婚戒指，很值钱的。最多四块。我这是给孩子救命的钱，你能再加一点吗？这年头，最多只能加一块，不当走人。哦，行，我当。是你们给我滚！金宝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没有保护好你，妈妈让你受委屈了。宝，你是不是想爸爸了？妈妈跟你一样，也想他。金宝，你放心，妈妈绝对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的。妈妈以后一定会保护好你。就是萧伯，我是。你是？我叫晴天，是中央苏区肃反委员会的特派员。肃反委员会？有几个问题要问你，请你如实回答。坐下吧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们为什么把我关起来啊？例行程序，所有从白区过来的人都要先进行甄别，明白吗？坐下。籍贯、年龄、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？籍贯北平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呀？那你如何证明你就是萧伯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，的确是有一位叫萧伯的同志要来到苏区，不过来的有三个人。萧伯，一位女同志和一个孩子。你说你是萧伯，那其他的两个人呢？哦，我们在路过河南的时候碰上打仗，就走散了。走散了？不可能吧？这有什么不可能啊？根据我们侦察部队的报告，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，沿途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样大的战役。这么长的时间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受了重伤，就在老乡家养伤养了一段时间。养伤啊，太巧了吧，都巧到一块儿去了啊！来的三个人，现在只到了你一个，时间、人员全都对不上，按照规定，对你隔离审查。哎，有人可以证明我身份？谁？两位老交通员，苏顺章和他爱人，他们是丰镇地下党领导人。苏顺章？对。他们完全可以证明我的身份，那就错不了了。来人，给他带走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哎，你们为什么抓我？我们不是抓你，
是要跟你了解一下情况。你从北平来到苏区干什么？我来找苏顺章。苏顺章是反革命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反革命？苏顺章可是丰镇的革命领导人。特派员的话能是假的吗？你可以不信。 但这是事实，同志。我们地下党工作环境很复杂，为了迷惑敌人，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身份。但是苏顺章同志，他绝对不可能是反革命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证据，给他看一下。 你自己看。 这是敌人离间我们的阴谋，苏顺章同志是老党员，大风大浪全都过来了，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些东西。阴谋？什么阴谋？证据就摆在你的面前。我问你，你来苏区找苏顺章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的机密，无可奉告。无可奉告？连我们都不信，你还信谁？我们地下党有严格的纪律，在没有搞清楚事实之前。 谁都不能相信。行，先把他给我关起来。来来来，放开放开！小武，受委屈了。老李，李主任，你来这干什么？啊，我是肖博同志的入党介绍人，他是绝对信得过的。快放开放开！哎。 你们信不过他，还信不过我呀？小波同志，对不起，现在是肃反的非常时期，请你原谅。我感觉到了。 为了清查部队内部的第三党和 A B 团，党内必须加紧肃反。景天同志是中央派来的特派员，主抓这件事情，他这也是为了工作。李主任可以担保你的过去，但不能担保你的现在。我问你，你护送的人叫什么名字？ 宁广东，孩子呢？金宝。在宁广东和金宝没有到达之前，我们不会终止对你的审查。我确实得到消息，他们就在苏区。我给你三天时间找到他们，否则依法处理。好。 苏顺章是老革命，他绝不可能叛变，这一点我可以用性命做保证。小博呀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自己都供认不讳了。他承认了。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他已经接受了国民党的策反，苏顺章的反革命案已经确定了。这不可能，这是污蔑。你怎么连我都不相信了？他的案子我是跟着全过程的，小博。 你这次来找他，到底是干什么呀？这是我们北平地下党的机密。我，哦，好，我明白。此事非同小可，是吧？老林，你能不能让我跟他见上一面？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必须得完成。他现在是反革命，你再接近他，会扯上干系的。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找到宁广东和金宝。 尽早的解除组织上对你的隔离审查。可我只知道他们到苏区在哪儿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这样吧，明天我陪你一块去找。好。何生，行长太太明天过生日，你说买什么礼物送去好呢？要不干脆直接给钱算了。 省得总是让我陪他打麻将，还得故意输给他，真是费事儿。
你发什么呆呀？我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呢？要钱要钱，一天到晚就知道要钱。我去哪儿弄那么多钱去？去偷？去抢？你是不是巴望着我蹲了班房，你再去找小白脸去？讨厌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心里可是只装着你一个人的。哎，对了，行长说了，今后啊，你们俩联手，那可就是北平数一数二的龙头老大了。到那时候，你们范家再也不用看龙爷那帮人的脸色过日子。哎呀，还是你能干呐！行，明天多带点钱去逛商场，给行长的太太买一颗最大的钻石，顺便给你自己也买一颗。啊，您可真好。来，我帮你按一按，让你呀舒舒服服的。背着他养了一小白脸，可就是宁小姐这日子更不好过了。孩子怎么样？范和生、范和宇，再加上他那媳妇儿，都欺负这孩子。那范家的老头子呢？他怎么能无动于衷吧？那老东西啊，更混蛋，坏主意都是他出的。他娘的！等着吧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替他们娘俩报这个仇。叫于思民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小姐，是一个人吗？先生也是一个人吗？嗯。我在那边观察你很久了。既然今天这么有缘，能请我喝杯酒吗？哈，哎，当然可以。嗯，让我们两颗孤独的心碰撞一下。既然我们两个都是孤独的人，你愿意陪我找一个地方好好聊聊吗？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。当然可以了，不过我要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们我得晚回去一下。要不要我来跟你算算啊？和生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解释什么？和生，你谁呀你？我告诉你，还轮不着你说话。和生，跟我走。过来，青年，给我过来。去你娘的！臭婊子，背着我在外边养小白脸，给他妈我戴绿帽子，谁给你那么大胆子啊？和生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呸！我才不听你说呢。
我告诉你，以后别让我再看见。何生，何生。 干得不错，我都按照你说的办了，该放我走了吧？今天的这件事，如果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，就让你的脑袋搬家。是是是，您放心。 这是定金，等事情办成之后，会把剩下的部分给你。这范和生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不该问的就别问。道上规矩，我懂。 是，你是哪位？您是小玉吧？我是小玉，你是谁呀？我是范先生的秘书，他让我给您打电话转告一声，对于昨天晚上的事情，他感到很抱歉。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打电话给我？范先生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，怕你不肯原谅他。今天晚上他在蒙纳斯餐厅订了位子，想亲自向你道歉。 真以为自己是什么贞洁烈女？滚吧！我告诉你，范和生，就凭你还想和行长联手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滚！咱们走着瞧。看什么呢？哎，来听听。我没你那么无聊。叫人看见了，像什么样子？哼，二弟再这样闹下去。 我看老姨子能忍到什么时候，我就数他偏心。范家的大权都交给了他，没你的份儿吧？对对对对对！不数一下，不用，信得过你。以后有这种生意，记得还找我。 干什么呢？给苏顺章送饭。咱们以前没见过您。刚来的。行，跟我走吧。苏顺章，吃饭了。吃饭吧。
孙师长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心口疼，赶快吃饭吧。你可以走了。同志，你干嘛？给孙师长送饭呢。刚才那个人不是送过一次了吗？没有啊，就我一个人送饭呢。 听不听说，前几天通县有个孩子被活埋了，这事儿我比你清楚。人那小孩还活着呢，就搁庄子箱子里，想偷偷的给人家埋了，结果被发现了。这小子还让人给逮着了，我估计啊，这小子得枪毙。对，这人该杀，官方不杀，我见了也得用刀劈他。没错，就是该杀，恶有恶报。 这种人不得好死。对。妈妈，我好累，我想出去。等你病好了，妈妈就带你回家，好吗？ 我病已经好了，现在就要出去。小柯，姐，哟，我可好多了啊！你看爸爸给你买什么来了？你还干嘛呀？我来看看你们。这么多天了，你不回家，家里人多担心呢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回去。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，我简直就是鬼迷心窍了嘛！翠南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一次行吗？我有什么资格原谅你？哎，这都是气话嘛！你是最有资格原谅我的。翠南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。那，你说怎么办吧？ 要不然，你打我两下解解气，行吧？你干什么呀？我自己打，自己打，行吗？我知道，心里有气也好。你消消气儿，我呢回家把这先收拾好，等着你。小柯，等你出院的时候，爸爸来接你啊。 那我就先走了啊，小柳啊！糊涂啊！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范家要吃官司的。大哥大嫂，说你快气疯了，我们才想到这点了。什么？ 看我发疯了才这么干，我就是死了也不能这么干。小时候跟着你，风风雨雨不分离，逃亡路上冰雪细，你紧紧抱。 抱怀里。
黑的天涯，海角曾你相依，无论何时离不开你，千山千山。